别吃肉，胖了还要瘦；别花钱，穷了还要赚；别伤害别人，你赔不起。什么梦呀？怎么我想要的都有？沈毅，竟然是沈毅！是我可以给你带来钱买不到的快乐呀！我已经找到比皮卡丘更可爱的东西了。只是我真的很想坐这个摩天轮。我家有门禁，那不如就留在这里盖间房了。我完了完了！我怎么向他解释呀？我怎么跟碰瓷一样？沈子好。那个，这些都是我给你买的，喜欢吗？你给我买的，我能说不喜欢？你不喜欢啊？不。你喜欢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都会给你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真正的男朋友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什么？真正的男朋友？对。什么意思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负责你的后半生。我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你男朋友啊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之前都是发作了才会乱攀关系，我是为了想留在节目组才这么说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还配合我约会什么的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缠上你。你之前不也说了吗？让我不要引起你的注意啊！还有那些礼物，那些东西是我让你买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赔给你的。哦，对，还有房费多少钱啊？我也会付给你，我绝对不会讹你的。还是说你想 AA？ 你是说你不喜欢我？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你不想跟我谈恋爱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立刻马上消失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走。我一定会在12点前退房的。